咱这大老粗了，不能那个了，咱把里边得收拾收拾呀。对，咱太乱了，太乱了，俺俩是的，是的，俺俩天天拿那个套的都太乱了。对对对对，套的把那毛孩子放出来，给他们再煮点饭，把饭给毛孩子们准备好。是，现在先弄，一边是烧着饭，咱一边给他拾掇。烧完饭，等下午自己把饭给喂了，哥哥。对，然后咱再干活也不耽误了，都。嗯，不耽误，到时候看。养活自己先，要不你去先烧，先聊了。是，咱先拾掇拾掇屋里头，回来，咱先做饭，做完饭。先美上，美上之后呢，咱就直接拾掇，对，行吧？来，嗯，好，走。小骨头形状的，我看。这像瓜子味的、嗯。是吧？不能吃哈。哈哈豆豆嘴可快了，牙口又好。豆哥做的可老实了。你不要，你吃完这椰子，给小点的机会、啊。豆哥搁这咱都不动。你稍微吃点，不能吃多哈。还有饭嘞。你看那谁都站起来了。要不然是啥好东西啊？哪个？南瓜饼。南瓜饼。啊、哦，我以为南瓜米儿呢。这还上回收拾了一会儿，这不收拾不知道，一收拾吓一跳。这杂七杂八的东西太多了。好了，开锅了，肉呢？肉呢？肉呢？捞不来是吧？肉熟了吧？捞不捞？要不先不捞，先咕噜咕噜烂烂是，行吧？肉反正无所谓了啊，就是先咕噜咕噜，肉烂烂。你卸货去了？啊，对。你卸货呀？